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459页，我们从第二行看起啊。极尽者离烦恼越起，绝苦患越近，即涅槃之理。自持记曰：极尽即涅槃之理也。又往生要集上卷说：一切诸法本来极尽，非有非无。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希望大家呢要记住：一切诸法本来极尽，非有非无啊，这就是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一切法的本来面目啊。如果我们有事情放不下了，把这一句话的时候多念几遍啊，特别侧重在非有非无，也就是说一切法是虚幻的，不是真的啊，你什么也得不到啊，包括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全是假的，世界万法无一不是非有非无啊。为什么说非有？我们会想起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整个宇宙一切万法，他在这个世间的时间有多长？2240兆分之1秒。换句话，一秒钟，他已经生灭2240兆次。哪一次是你？这真相啊，这是非有啊。啊，也非无，它能现象啊？现象的时间太短了，太短了，啊，我们简直丝毫没有感觉，啊，这个2240兆分之1秒就在眼前，一切法都是在这个频率里面产生的，前念
灭了，后年就生了。啊，速度之快，我们无法想象。啊，这就是事实真相。所以你认为他有，完全迷了，完全错了。啊，所以明白的人，他心是寂静的。啊，他不执着有，也不执着无，有无两边都放下了。啊，这就叫本来寂静。住根呢，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经此六根同归于寂静。我们前面呢就学到这个地方，现在我们接着往下面看。六根同归寂静是谁？法身菩萨。啊，中国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就是这个境界。啊，见性的他的心是寂静的。啊，寂是寂灭，静是清净。念老举华严经来为我们说明，如华严经曰：观寂静法，立住持安。持是起心动念，安是分别之处。啊，真正能见到一切法是寂静的，自然就不执着了，不分别了，不会起心动念。啊，全是假的，全等于零，全不可得。啊，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这真的一点都不假。说更有境界啊，再进一步说，世尊释迦牟尼，牟尼这两个字就是寂静，寂寞与寂静的意思啊。我们知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啊，中国古人知道，大乘佛法也如是。佛有没有名号？没有。菩萨有没有名号？也没有。佛的名号从哪里来的？自信的信德，从这起的。所有名号是心德，自信本有。菩萨的名号是修德，啊，信修是一，不是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都是为此时此处一切众生他需要啊，佛就用这个做名号。名号就是佛菩萨教学的宗旨，教学的根本依据啊。这个地球上的人没有慈悲心，所以用释迦，释迦就是仁慈的意思啊。通常翻为能忍，他能仁慈，仁慈待人
那摩尼呢？摩尼是极灭，是对自己的。啊，对自己要极灭，啊，极净。对人呢，要大慈大悲。啊，佛的名号啊，就这个意思。念佛，不能不知道意思。不知道意思是白念了，啊，念念回光返照。我们要像世尊一样，以无尽的慈悲对待一切众生，这是学佛。所以佛修学的宗旨在名号上。啊，摩尼是寂静，清净寂灭。人王经贺书上卷，啊，注解里解释摩尼，啊，摩尼名也，此云寂寞，三业聚集。居寂寞也，深可矣。身寂寞，寂然不动啊。口寂寞，没有言语；意寂寞，没有念头。啊，这叫身口意三业。离去，《般若蜜经》解释说。摩尼者即静矣，身口意即静，故称摩尼。身口意即静，正是精进中诸根即静，而即静正是涅槃之离体。啊，怎样才证得大般涅槃？身口意都寂静了，就是大般涅槃。那我们有没有证到了？没有。那为什么？我们的身口意寂静是暂时的，根没断。啊，暂时的时间很短，几分钟、几秒钟，啊，能有几个小时，这功夫算不错了。这妄念又起来了，啊，起妄念，心就不清净了，啊，心是一生的主宰。啊，身不清净，心不清净，语身都不清净，被烦恼习气染污了。啊，那么经典上所说的诸根寂静，诸根寂静就是其如。明心见性的境界，那为什么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那对于一切法寥寥分明，这是智慧，自性本具的智慧。啊，清清楚楚，通达明了啊！啊，自己身口意如如不动，啊，不动在哪里？
他没有身体，没有物质的现象，也没有念头，就是没有心理的现象，也没有所谓自然现象，他全没有。那个样子是什么？净宗法门说得好，那个样子叫常寂光。常永恒不变，不生不灭。啊，寂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寂静。体呀，什么体？法身。宇宙一切万法的离体，一切万法是从它现的。虽从它现，它从来没有分别过，从来没动过。啊，光就是形容它，它什么样子？一片光明。啊，一切时，一切处，无所不在。啊，这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化身。啊，从化身里面先报身，先应身，先化身。啊，报身、应化身都不是真的。对我们凡夫来说，啊，应化身是假的，有生命。报身没有生命，报身是真的。啊，报身报土，我们称它做一真法界。啊，应化身这个土，我们称它为设法界六道轮回。啊，设法界六道轮回是假的。金刚经上的形容最好，非常恰当，梦幻泡影。啊，梦有没有？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啊，想到我们眼前的世界是一场梦，好像是有，实际上痕迹都找不到。啊，经教的好处在此地，让我们了解，有了概念，慢慢的把分别执着放下了。假的，你分别它，你执着它，这叫造业。啊，什么人不造业了？明心见性的人不造业了。为什么？他没有分别，当然没有执着。啊，执着是从分别延伸出来的。啊，化身菩萨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没有了。啊，那为什么不能回归常寂光？因为他无始无明习气没断，无始无明断了，就是起心动念断了，还有起心动念习气。啊，必须习气断干净了，十报土就不见了。所以十报土从哪来的？无始无明习气来的。啊，习气断干净了，常寂光现前，自自然然融入常寂光。啊，入常寂光，你的身体多大？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你的身体，所以称为法身。啊，十报图里面称为报身，
十法界里面，六道里面，称为应化身。这名词意义，慢慢我们就体会到了。那法身是真的，报身、应化都是假的。啊，报身有隐有现，没有生灭；应化身有生有灭。啊，不但六道轮回有生有灭，四生法界也有生灭。为什么？没能转识成智，啊，还是用阿赖耶。四生法界用的正，六道轮回里面众生用偏了，用邪了。这一些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啊，为什么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没有法子用功啊？用功夫不得力了。你了解明白了。八万四千法门，无论哪个法门，功夫都得力，所以叫做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所以即灭了，即尽正是涅槃之离体。啊，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大乘教终极的目标。是大般涅槃，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啊，大般涅槃是什么？诸根寂静，六尘在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没有起心动念，如如不动。啊，这就是真正诸根寂静，真正明心见性。诸根寂静就是明心见性。而寂静呢，正是涅槃之离体。啊，寂静。就是沉淀，啊，一定要知道沉淀这个意思的广义，不是狭义。啊，狭义修禅得的定叫沉淀，广义修任何一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通通是沉淀。啊，所以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再看底下这一段，由于远离分别之妄惑，诸根寂静呐，切如涅槃之理，故须决定。成等真觉，真大涅槃。啊，经文这样的肯定，决定成等真觉，就是真等真觉。法身大士，后面真大涅槃成佛。前面这一句成等真觉是菩萨位置圆满了，等觉菩萨。后面证大涅槃是究竟圆满啊，真的华严经上说的妙觉过位啊，上面没有了。
啊，究竟圆满。经上这个决定成这三个字重要，啊，没有丝毫疑惑，阿弥陀佛在因地上发的愿呢、啊？如果这个愿不兑现，他不成佛、啊。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换一句话说，他每一个愿都兑现了。啊，尤其是十二，这第十二愿。定成正觉，十三愿光明无量，十五愿寿命无量，十七愿诸佛称赞，十八愿十年必生。这五愿，善导大师说，四十八愿核心，四十八愿最真实的大愿。它重要啊！啊，这个里面等正觉，乃无上正等正觉之六尘。大涅槃以佛果之名以为入灭，我把它说成两个。啊，正等正觉是菩萨最高的果位，等觉菩萨。啊，正等正觉，再往上去就不成菩萨了，成佛了。啊，菩萨的名字到正等正觉，这最高峰了。啊，再上去妙觉如来，大般涅槃。啊，这样说的也很清楚。啊，大涅槃佛果之名，以曰入灭，入是其入。啊，灭是烦恼习气灭尽了，啊，再没有了。啊，具云般涅槃。通常讲涅槃，梵语具足的音是般涅槃，上面有个般字。啊，这般什么意思呢？中国人讲圆，圆满。啊，所以从意义上翻的时候呢，给翻成圆寂。啊，圆满，清净寂灭。啊，这是。化身如来，一一从法界得被尘沙远远啊，远的意思，从义理上说，他的身化身，化身是遍法界虚空界。啊，那么从德呢，这就是它起作用。比如做恒沙，像恒河沙数一样，无穷无尽。啊，它具备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所以叫圆，没有一丝毫欠缺。啊，诸佛如来给你说也说不清楚。啊，必须其如乃至
啊，其如就是此地讲的如灭。啊，你其如灭时，一切烦恼习气统统都没有了，这就是缘起。啊，梵语成为涅槃。啊，提穷真性本体，穷尽于真如法性。这个境界就是真如，就是法性，就是本性，就是自性。佛在这一桩事情说了几十种的名字，啊，真如本体都说了。为什么说这么多？这是教学的微妙，教学的殊胜方法，教你认他的意思，不要执着名字想，名字是假的。啊，马明菩萨在大乘起信论教我们学佛，怎么学法？听经立言说相，不执着，不分别言说相。立名字相，名词术语都是假设的。啊，佛为了教学方便，用这些方便法，可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啊，立心缘相，心缘我们想它什么意思，不能想，想就错了。你一想怎么样，落在阿赖耶里头，不是心的。啊，不想它，意思自然出来，这是心的。啊，学讲经的人，无论在家出家，都有这个经验。啊，讲经之前要备课，要做充分的准备。上了讲台之后，有时会契入境界。啊，确实讲出微妙之法，自己不知道。啊，地贤老和尚在讲经的法师，契入境界之后，啊，听众当中姜维农居士给他做笔记，讲完之后，姜居士把笔记拿给他看，他问姜居士：“这话是我说的吗？”“是啊，没错啊，怎么会说的这么好啊？”啊，自己都感觉到意外，那是什么？当时说着自己不知道，完全从自信里头自然流露出来的。啊，这叫什么？一刹那的清净心，一刹那的忘我，自信、智慧、德能、相好，它就流出来。啊，我觉得是每一个真正认真学习经教，在讲台上都有这个经验。啊，李老师有这个经验，我们也有这个经验。啊，所以老师教给我学经的诀窍，守住四个字。至诚感通，啊，通就是障碍没有了，
啊，经教的义理贯通了。用什么方法贯通？学难呢？学是世间得用头脑，用阿赖耶，用意识，这不能贯通的。这只能学个知识，学个皮毛。要用什么？要用感应。啊，什么样才能得感应？诚，真诚到极处叫至诚。学习圣贤教诲，学习佛菩萨，真正的秘诀。老师传给我们，我们自己努力把这两个字做到，做到至诚。啊，怎么做？从穿衣吃饭要有至诚心，工作要有至诚心，待人接物起心动念都至诚。啊，至诚头一个不自欺。啊，不是欺骗人，不能欺骗自己。啊，欺骗人有时候可以用，就方便嘛。啊，一个猎人追着一个猎物，要杀他，捕杀他。啊，追到三岔路口，三岔路口有个人看见了，啊，菩萨看见了，这些小野兽跑掉了，啊，猎人问，我看到没有？看到了，从哪边走的？从这边走了，那就骗他吗？啊，为什么欺骗他呢？免他的造杀业，也救了这个小动物。没有自己，所以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都要用真诚心，不怕吃亏。啊，有很多人不敢用真诚，我也怕吃亏，不怕吃亏。啊，佛菩萨常说，古人也常说，吃亏是福啊，越吃大亏后头福报越大啊。不怕人欺骗，不怕人回报，不怕人陷害，什么都不怕。你就是用真诚，真诚佛菩萨天天看到你啊，一切善神常常在你身边，你怕什么？啊，如果不成，不成，你的身边不是佛菩萨，是妖魔鬼怪。这是事实真相啊！底下是体穷真性，本体。穷尽于真如法性啊，这从文字上来解啊，这个体是法身，是离体啊，变法界虚空界，真正是言语道断，心性出灭。妙觉相类，这句受用啊！啊，你要不能够体穷真心，你就没有办法断掉
所有现象的累赘，这个累赘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干扰。这个相是现象，变法界虚空界里面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三大类你会不会受它的感染，会不会受它干扰？会啊，会的是，会的是凡夫。人在这上叫用功夫，叫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的行为错误了。什么错误了？见到了就分别就执着。就有喜欢有讨厌。这是什么人呢？标准的凡夫。不能处理六道轮回。小乘把行为修正一部分，不执着。为什么？知道是假的。知道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所以对于物质占有的念头没有了，知道占有不了，它存在这个世间的时间多久？2240兆分之1秒，你怎么能占有得了？这不可能的。我们今天讲一秒钟时间很长了，一晃过去了，这一秒钟能不能再拉回来？拉不回来了。下面一个念头又补充上来了，太快了。我们要常常用这个观想来观宇宙之间一切万法。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这么生的。万法有没有呢？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你说有它不在了，按你说他没有，他真正生存2240兆分之1秒，他真有。我们感觉到有一个东西，有个现象，想想看，至少是半秒钟。半秒钟他生灭多少次了？1120兆。单位是秒啊。1120兆分之1秒，半分钟啊。我们会看到一个概念，看到有棵树，有个人，有个房子。什么样看清楚？没看清楚，太快了，没看清楚。半秒钟，你看看，1120兆分之1秒，我们才看到一个模糊景象。这是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佛是怎么知道的？
甚深禅定啊，真正看到这个境界，大乘经上佛常说八地以上啊，明心见性还不行啊，明心见性再往上提升呢，提升到八地。哪些人明心见性？华严经做标准，圆教初住就开悟了，就明心见性了。那开悟是第一个位次，初住啊，再提升到二住、三住、四住到十住，十住再提升十行，十行再提升十回向，十回向再提升十地，十地还得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八地。阿赖耶这个现象看到了，你就知道这个禅定功夫多深。啊，八地这个标准难了。慧能大师开悟了，有没有到八地？那很难讲。啊，住在十宝庄严土的菩萨，四十一个位次，从初住到等觉，都住在这个地方，十宝土。啊，最后一品，身相无明习气断干净了，这个世界就不见了，没有了。啊，没有了，出现什么？常寂光，常寂光看见了。啊，常寂光，等觉菩萨都见不到。必须在等觉这个位置上把无明习气最后那一点点断掉，常寂光现前，十宝图不见了。所以十宝图它没有生灭，它有隐现，有缘现，没有缘隐。啊，他会不会隐呢？他不会常隐。为什么？语言具足。啊，还有等觉菩萨要在这个地方修行，那么常寂光里面就现十宝图，常寂光里面的如来就现报身，啊，报身报土，跟这一些明心见性的菩萨在一起，帮助他们提升了。啊，这些事实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的方针啊，学习的方向，学习的目标就会安定了。啊，我们有方向，有目标。啊，那就是海鲜老和尚说的，要专，要一，你就能达到。啊，达不到最高的圆教初住就可以了。啊，初住到极乐世界追随阿弥陀佛，做弥陀弟子。啊，在极乐世界好啊，生活环境、居住环境、学习环境无比的殊胜，
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最好的地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我们是真幸运，这一生当中有这么好的缘分，要抓住。啊，世出世间一切法要放下，不放下心不转，念不移，就很难成就。啊，心要转，心要移，不难成就。我们看到海鲜老和尚、海庆老和尚，看到海鲜老和尚的母亲，他们给我们表法，你要是看明白了、看懂了，万缘就放下了。那为什么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啊，做不到的事情，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放不下了。这牵肠挂肚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的不要，要假的，那我们就活该受罪呀！你能怪人吗？是妙觉相类，真妙啊！觉是永远不再着相，不再分别相，不再起心动念，于一切相里头不起心不动念，这人就成佛了。啊，至少圆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啊，就到这个境界了。啊，这极的意思。啊，这刮胡有一句说：“微妙而断绝，断绝诸相之类。”啊，不再受他们影响了。啊，这极的意思讲得好。下面显受心经六书。华严显首大师《般若心经》的注解里头说：“涅槃，此云缘起。啊，缘是圆满，即是即灭。为得无不备成缘。”啊，般若经里面常说的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三种圆满全在极乐世界。障无不尽的，所有一切的障碍没有了。大般涅槃者，指大乘之涅槃，皆非小乘。大乘涅槃具法身、般若、解脱之三德，由常乐魔境是矣。啊，你看离、分段变异、二生死，啊，居就是居住。无边的深知是大乘涅槃，你统统都得到了。啊，分段生死，六道里头有，变异生死
六道里头也有。啊，二乘人有变异，没有分段。六道凡夫有这两种生死都有，分段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像我们现在从出生啊，到八十九十过世了，这一段，这叫分段。变异是天天在，就是我们用经上这个话来讲，一秒钟，2240兆，这是变异，它在变化了，一个一个变。这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很危险啊！谁有？阿罗汉以上的都有啊，也就是说，十法界、四生法界有。有别于生死，没有分段啊！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生法界啊。换一句话说，这十法界里头的往生到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这两种都没有了啊，成为法身菩萨了。所以这是大乘涅槃。至于二乘呢，在三德之中，金居解脱。四义当中啊，只有常乐净啊，但离分段，任由变异，慧身灭智，是为小乘涅槃，意思不一样。那小乘人有常有乐有净，没有我，常乐我净啊，那个我没断了啊，大乘断了。那断了的时候，这四种他真的我现前了，常乐我净现前了。我是什么意思？大自在啊！啊，小乘人确实得小自在，没有得大自在。这是第十二愿。定成正觉，念老住得好，引经据典啊，我们读了如何把它落实，在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啊，最有效最简单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心中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好啊，再看下面第十三愿，也是非常重要的，善道叫真实无愿啊。第二愿光明无量，光明是智慧啊。请看经文，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圣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右面这一张啊，右张是第七张，这一张里头有两元，第十三光明无量啊。下面这一章呢，第十四愿呢，除光安乐。啊，我们先看第十三愿。啊，前面交代的千万亿倍。以上这个经文是第十三愿，光明无量愿。若有众生以下，这第十四愿，除光安乐愿。第十三与第十五，寿命无量愿，净因称为是法身愿。以其设法身成就也。真解里面以此二愿为真报身之德，又为此光寿无量二愿为方便法身大悲之本。我们往下看，盖无量寿啊，则数穷三极。佛身常住，众生有意也。无量光的横遍十方，得用周边，摄化无尽，故为大悲方便之本，报身之实德也。啊，我们就念到此地。第十三跟第十五，光明无量，寿命无量，都是善导大师讲的五种真实愿里面的两种。啊，净因书说得好，啊，光明无量呢，是法身愿。为什么？以其是法身成就也。光明就是法身。照一切处一切时啊，没有他找不到的啊，他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不能离开他这个体无法形容啊，古人难，现在有科学技术，这些东西就放在我们面前啊，电视的屏幕啊，电脑的屏幕，我们把它打开，看到什么？一片光明。啊，再按它的信号，色相出现了。这一片光明，就好比是长久光，
岸上频道就是能生万法，万法是假的，生灭法啊，常常生灭，光明是真的，光明不生不灭啊，光明的生灭我们看不到啊，其实它也是生灭，我们把它比作常寂光，常寂光真的不生不灭啊，我们电视屏幕的这个光还是生灭法啊，但是不容易看出来，那个色相容易看出来啊，生灭跟不生灭活活在一起啊，我们凡夫没有能力分呐、啊，谁能分？觉悟的人分。啊，觉悟的人分的是知道是假的，不受他干扰。啊，凡夫不知道他是假的，受他干扰。你看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哭。你就受他干扰了，你就受他影响了。啊，受干扰受影响就错了啊，那么佛教我们修行就在这个境界里头，从假象认识到本体啊，它有个不生不灭的本体，那什么心在哪里？六根门头啊，楞严经上世尊对波斯匿王的开示那一段经文就讲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很难讲啊啊，说明什么？我们身上是生灭相，但是里头有个不生灭的东西，那是真的啊。佛举的比喻，你的眼见啊，见这个功能是真的，为什么它不生不灭？佛举例子，问波斯匿王：你最第一次看到恒河是几岁？他说他三岁，母亲带着他去拜这个水神，经过恒河，第一次看到。啊，佛就用这个做比喻。他说：“你这个十年，啊，你十三岁看这个恒河，恒河变化了，相变了，你能见那个见有没有差别？”波斯匿王没有差别。我能见啊，那么在20岁啊，这个30岁40岁啊，到你现在的年龄62岁啊，你看恒河这个见有没有两样？没有两样啊，外面境界不一样了，年年都有变化，能变化的是假的，不变是真的啊！所以你这个身体是假的，你能见、能听、能闻、能嗅、能尝，这六根的根性是真的。为什么？它不受外界影响。我们年龄大了，眼睛不管使用了，看到外头眼花。看不清楚了，那是什么？那叫根，不是心，根出了问题，怎么戴个眼镜不就清楚了吗？啊，这不是心的问题，心没问题，根它也随着年龄产生变化。啊，波斯匿王听懂了，听懂得很欢喜了，
原来我是我不生不灭，我的身体有生灭，我的六根根性不生不灭，生灭的会坏，不生不灭的不会坏呀。啊，得明白这个道理啊！啊，我们看眼能见，耳能听，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知。啊，这个六根的根性就是真性，就是本性。啊，如果要不被染污，啊，真正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六根的根性的能量，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它并没有失去，只是眼前有障碍，障碍就是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是对于真相不明了所产生的，啊，不明了就是迷惑。迷惑就是没有智慧，从这产生。啊，那么由于这个迷惑，它就造业。啊，业有染净，有善恶。啊，完全修净业，远离一切染污，好。这就是菩萨啊，二乘啊。如果有了染污了，染污里头有善恶，清净里头没有善恶啊，染污里头善恶，善六道里有三善道，恶就造成六道里的三恶道。所以六道从哪来的？六道从染污来的。谁染污了？意染污了。第六意识染污了，莫那染污了。莫那是染污的根，染污的本源，它影响第六意识，造业了。啊，所以莫那叫染污意。啊，第七识，它染污。啊，它的本身是什么？四大烦恼常相随呀。一根是四大烦恼变现出来的。第一个，我执着有我，有我就有我爱。我爱是贪，我慢，我慢是嗔，我痴，痴是愚痴，三毒烦恼。啊，还有个怀疑。啊，怀疑是什么呢？怀疑是愚痴的根。啊，我们修行要抓根，根找到了，从根上下手来得快有效啊，不怀疑。你骗我，骗我也不怀疑。你们看海贤老和尚海清啊，不还不是海清，是大德和尚啊，大德和尚有一段写得很清楚，人家骗他，这石头里头有佛了，他是见佛就拜啊，没有佛他不拜，人家说这石头上有佛，叫他对着石头磕头，把头磕了一个大包。嗯，就这么个老实人说牛粪，牛粪里头有佛啊，他把头磕的一头都是牛粪，人就这么呆啊，他成佛成佛了啊，他成佛也不可思议啊，都是欲知是知，自在往生
啊，生了往生了两年了，他们乡下的人的时候，有一天在汉口路上遇到他，啊，是在街道上路上遇到他，啊，还跟以前一老样子，啊，背了一个麻袋，就像布袋和尚一样，背个袋子到处化缘，啊，家人就问他，哎，都叫他老德和尚。老德和尚回来看，哎，他说你怎么在此地啊？化缘嘛，跟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啊，你们先去，我过几天再回去。回到老家时，这些人把在这个武昌遇到老的事情讲给大家，说这就奇怪呀，老的两年前过世了，怎么可能呢？他不是一个人，看到好几个人同时看，真是他。再去挖开坟墓，坟墓里头人没有了，啊，说明他看到的不是假的，不是看化缘。啊，这是什么？不怀疑啊，不怀疑，他不愚痴啊。我们一般人看的好像痴痴呆呆，他不愚痴啊，他真有智慧啊。啊，别人认为他是呆和尚，啊，常常拿他开玩笑，来捉弄他，他完全当真。啊，一生没有怀疑过。一切人一切事物没有怀疑啊，没有怀疑就是真智慧，凡夫不知道啊，没有傲慢就没有成慧，诚心诚的心就是傲慢啊，贪的中心点就是情执，所以断贪嗔痴从哪里断？从情执上断贪，从傲慢上断嗔，从不怀疑断痴。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净音书称是法身缘。啊，一切是发生成就。啊，真解以此而言，为真报身之德，就是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这两缘。光明是智慧身。啊，寿命无量是报身，而是法身。啊，法身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啊，虽然没有形象，能现一切形象，能现万法。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得好。啊，前面四句是形容法身的离体，后面一句是说法身的作用。啊，作用能生万法，离体清净。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第一个清净，第二个不生。本不生，第三个本自具足，就是一切啊智慧的能相好发生具足，不是外头来的。所以大乘经上有一句话说：“
心外无法。这句话说得好，所有一切法都从心里头自然现前。啊，第四句，本不动摇，这就是定，自性本定，他没有动过，他没有摇摆过。啊，这让我们就想到了，为什么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通通都是修定，就是修个本无动摇。啊，定到最后根本无动摇相应，就是回归到自性本定。啊，这一句就是自性本定。你必须要回归到自性本定，自性的智慧、自性的德能相好就能现前。啊，你就能得大自在。在设法界度化众生，没有障碍啊，无论众生问什么，你都能解答。这就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啊，神通无量无边，没有障碍。啊，所以从这些经典里面我们合起来看，就能体会到啊，大乘佛法是以明心见性为学习的重点。啊，明心见性就毕业了，就是带你回归自信。佛有没有东西给我们？没有。你见性所得到的全是自性本有的。啊，佛没有一法可以报给人。佛所说的一切法原来是自性本自具足。啊，见性就开法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真解里面讲，光受无量，光无量，受无量，是方便法身大悲之本。方便法身就是报身。也能称应化身，通通是方便法身的，大慈大悲度众生的本体，啊，报身的实德，故知愿中，自是光寿无量。实为一切众生悉皆广受无量。这一句意思讲得很深。啊，这两愿当中，法藏法师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啊，实在是为一切众生做榜样，为什么？他觉悟了，众生没觉悟，啊，生佛是一体，生佛不二啊，佛的光寿无量，一切众生光寿
有无量，没有例外的。啊，见到阿弥陀佛，就像见到自己的法身。万德万能，无法形容啊！啊，什么时候证得？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证得，这能不去吗？古大德，老一辈的善知识，都教我们，提示我们，啊，如果这一生不能生净土，你能不能保住人生？啊，保住人生什么？你这一生无戒十善都能够达到六七十分，你能得人生；八九十分，你能够升天。欲界天，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得人天福报，你想想，你还会不会迷惑？这是事实啊！如果得人这个又迷了，啊，小的时候没有缘。好的缘分没有遇到佛法，你就堕落下去了。人见思烦恼非常容易起现行，这六道凡夫嘛，控制不住啊。啊，身见、边界、见取、戒取，中国人叫成见，成见是自以为是。啊，邪见，能断吗？似乎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东西也染上了，造业。啊，造的善离不了三善道，造恶离不了三恶道。三善道、三恶道都是消业的，三善道消福报、消善业，三恶道消恶业，不能造业。不能造业这一句话容易结束啊，不容易做到啊。啊，我们试问一问，能不能原谅一个陷害我的人？羞辱我的人，毁谤我的人，那么呢？不能，不能就冤冤相报。啊，一定要原谅他。为什么要原谅他？他是凡夫，他不了解事情真相。真相是假的，我你他是假的，不是真的。你怎么样陷害和陷害这个假身，不能陷害灵性。灵性是真的，灵性不生不灭，那是真果。啊，他跟
自性相应，这个身跟自性不相应啊，八十五十一心所都不是真的，是迷失真性变成的幻想。啊，谁迷的？自己迷的。换一句话说，无一不是自作自受啊！你怎么可以怪罪别人？啊，你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对于一切陷害我的人，甚至于想割离王各界身体，也付之一笑了之。啊，人如仙人，感谢高丽王。啊，为什么感谢？他帮他提前成佛了。人如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高丽王成就了释迦牟尼佛。把释迦牟尼佛成佛提前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发愿，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他就是世尊弟子的乔成如尊者。佛说话算话啊，落叶缘无比丘，佛说四谛法门第一个开悟证阿罗汉果。所以不能怪罪别人呢。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学佛这一关不能通过你就难了。啊，关关都要通过。啊，真正像诸佛如来大慈大悲明念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迷失了自信变成这个样子。啊，像小孩不懂事，那个小拳头打你几下，你还去跟他打一架吗？啊，你八十岁了，啊，他才三岁，八十岁老人会跟三岁小孩打一架吗？不可能啊。啊，所以学佛的跟不学佛不一样。啊，学佛的人了解事实真相，这个高，这真彻底。啊，世间人达到最高的境界，也就认识因果，啊，不造罪业。啊，我为什么原谅他？免得以后冤冤相报，这是世间圣贤啊，处世间圣贤完全一体啊，牙齿咬了舌头了，舌头还要找牙齿算账吗？那不可能，为什么一体啊？一体从哪里看？就记住六祖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题。万法是全宇宙从哪来的？自信生的。这个都要承认的。啊，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啊。慈悲心是从自信流出来的。真爱呀、啊！啊，害我的人也真爱呀、啊！啊，非常可怜，他迷得深呐、啊，我比他迷得浅呐、啊，我就得原谅他。啊，那他不原谅我，他还继续。
来陷害，随他去啊！啊，害死了很好啊，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了？你看他做好事，把我早一天送到极乐世界。啊，永远只有感恩这个词，没有怨恨。你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感恩你先升起来。啊，你学佛有什么好处？好处就这个。啊，真的把诸法实相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下面念老引往生论这一句也好，往生论言：三种庄严入一法句，一法句者呢为清净句，清净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往生论我们很熟悉，这三种庄严是依报庄严，说了十九种啊，正报有宾有主啊，主是佛阿弥陀佛，说了八种啊，宾是菩萨，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说了四种，总共二十九种。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头把它总结为三大类的庄严，就是三种啊，依报正报啊，老师学生，正报里头有老师有学生，修净土要细心。极乐世界真的好像是个学校，尽善尽美的学校。极乐世界没有政府的组织，没有上帝，没有总统，也没有士农工商。那经常没说过，那所以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是老师，一个学生。老师是阿弥陀佛，学生是十方世界啊，听到佛菩萨讲经说法介绍极乐世界，这认识了真心发愿求生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啊，这是正报里面的学生。无比殊胜庄严，美好到基础啊，无法形容啊，佛说也说不尽啊啊，但是总归入一法句啊，这一法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全归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总摄了。故真解曰：
若有佛所证，这四十八愿皆如广寿法身。广是智慧身啊，寿是形象的身。有没有形象？有，这个形象不是阿赖耶的相分啊。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包括十法界的佛菩萨，身相都是阿赖耶的相分啊，阿赖耶的境界相啊，极乐世界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体质就转变了。在哪里转变的？我们想象的是应该在莲花里头转变的。每一个往生的人啊，我在经上所看到的、体会到的，至少都跟阿弥陀佛见三次面啊！如果你要没有见到阿弥陀佛，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你找不到。一定要佛来接引啊！第一次见面是你念佛的功夫达到一定的标准，佛接受了啊，这就是功夫成品，弥陀先生给你看啊，来递信息给你，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到时候佛来接引你啊，你自己心里踏实了，极乐世界注册了啊，报了名了啊，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见面，寿命快到的时候，啊，佛来通知你，跟你约定时间，哪一天来跟你见面，啊，甚至于连几分、几点、几分都说很清楚。第三次见面是他来接引你，这都是《楞严经》上所说的。现前见佛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肯定有三次啊。第二次来通知给你有时间，最多的有三个月啊，最少的有七天啊，一个月七天呢，这很平常的啊，常见的啊，三个月比较少有一点，有我们见过。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他预知时间是三个月啊，他在一张纸上写的是八月初几往生的日期，写了十几个啊，没有人敢问他，就是那一天走的啊，三个月之前写的当来见佛，是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那是当来啊，前面这三个你还没有断气，你还活在这个世界啊，佛来通知你啊。我们在海贤老和尚光碟里面看得很清楚
啊，听讲解听得很清楚。啊，他的功夫到家了，非常难得，一句佛号啊，把见思尘沙无明都断了，不是福，真的断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净土宗讲的理一心不乱。啊，应该在什么时候？我是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了几十遍。我认为40岁左右。啊，得到四一心，理一心不乱。想佛，佛就现前，所以他跟佛见多少次面啊？我是最保守的说法，决定超过10次啊！在他那个境界里，想见佛，佛就现前啊！佛现前，要知道。当初出生，随处灭尽，佛在哪里？佛没离开我们，佛是常寂光啊！常寂光变一切时，变一切处啊！你想它马上就现前，你不想它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他自己也说，好几次。要求佛带他往生，佛不带他去。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啊，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大家做个好样子，表法，给学佛的人做好样子，给修净土求往生的人做个好样子。”标准的样子啊，所以我看到这观点看了30几遍，我就告诉大家，这个观点就是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我们要有这种心态看他啊，他不是一般观点，不是一般开始啊，每天看3遍，一年不间断就看了1000遍了，读书1000遍其义自见，一天念10000声佛号，一年的时间往生极乐世界，我就有把握了。这个多难得，法喜充满啊，无比的欢喜啊！我劝大家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到你什么时候把光碟看明白了，看出来了，你就知道我说的话是真话。下面引这个真言，是日本的净宗祖师啊，是若有佛所证，在48愿皆如光寿发生啊，这个意思细心去体会，盖为极乐一真。只是弥陀化身的流现呢、啊？真的，这不是假的，这事实真相。我们今天这个地球，太阳系、银河系，这个宇宙，
是我们自己发生的流现。我们有没有发现？有，迷而不觉，不是说迷了就没有了，有啊。那我们迷惑颠倒，特别是见思烦恼，错误的看法，见惑，错误的想法，思惑，啊，正因为见思烦恼，便现出六道轮回，啊。我们被困在轮回里头出不去，愈陷愈深。啊，八万四千法门救不了啊。啊，从原理上讲没问题，任何一法只要专一，就能明心见性。啊，可是一个人用的专跟一太少了，不能说没有。啊，有这样的人，他不说。啊，真正修行的人，他与尘世隔绝了，到深山里面去了，住山洞，啊，过人类原始人类的生活，他得大自在。我相信这样的人不少，啊，依旧在我们这个世界，他们真修。我们沾他的光，我们得到他的福报。为什么世界上这么之人造这么重的业啊，还能存在？靠谁？靠这些修行人。要没有这些修行人，严重的灾难，我们人类会灭绝啊！我们对这些真正修行的人要感恩呐！啊，现在人不但不感恩，还回报。啊，刚才我说了，啊，对他们的回报，他们还是大慈大悲，绝对没有丝毫减几分。啊，这是佛菩萨，这是真正觉悟的人。啊，说故四十八愿全现法身呐。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念力。不可思议。那四十八愿全现法身，全是弥陀的愿力嘛，也就是念力嘛，这四十八愿嘛。那自心流现出来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戒引变法界虚空界啊，一切有缘众生。什么叫有缘？你相信不怀疑，你真干就是有缘人，这一生当中决定的是啊，有怀疑的不愿意修这个法门，跟弥陀无缘。
啊，无缘佛也给你结缘。怎么结呢？你这一生听到一声佛号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经典啊，看到阿弥陀佛的像，所谓一粒耳根永为道中，阿赖耶识里头有了阿弥陀佛，这就是下种子，来生后世再得人生，再遇到的时候你就提升了，增长了。所以无时无处没有一样不是在接引众生，不是在帮助众生，这种恩德无法形容啊！还有哪个恩德比这大的？再找不到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